却被淹没。 寂寞，看看那燎原星火。相信这一切都有因也有果，所有罪恶都不会轻易逃脱。生命里那狂风暴雨的滂沱，那会呼啸而过。 别急啊，少爷。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少爷以为你出车祸了，都快急死了。你闭嘴！你本来就是嘛，我可从没见过少爷这么着急过。一听说你有风吹草动，他立马说了，让你闭嘴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行动。少奶奶，这有些人啊，以为嫁进了周家，她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哼，只要有我在，她就别想做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得罪了窦镇长，她以为她在这林鹤镇啊，就能过安稳日子了。您能跟我说这些真心话呀，宝儿真的很感激。 您说，咱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我来这镇子上是要跟男人抢生意做的，这家里呀还要您帮忙照看呢。嗯，再说了，我嫁进这朱家呀，我就把您当做我的婆母，毕竟您说话，朱老爷是听的。算你识趣。这不，刚从南洋运了点料子。 做了几身衣服给您，您看看喜欢吗？这是试穿给您看的，您要是喜欢啊，就都给您送过去。哎呀，我试试。哎呦，太合身了，好闺女。 你看看，你替我做主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我没说不要你，男人呢？还没找到。老爷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老爷，好了，滚出去！ 朱茂何时得罪了杨戬？难道是你？不不，绝对没有！我对朱老爷一向是忠心耿耿。老爷，您放心，杨戬肯定逃不出林鹤镇，我马上把他抓回来，当面和您解释清楚，绝对和我无干。 如果留着他，只是为了证明，就不必留了。
房子啊。站住！走，走吧。逃离的深渊，黑暗里的一丝。